分担家务本来就是夫妻的共同责任，绝对不应该依赖其中一个人。早前美国有人妻在社交平台分享短片，指她出差6日回家之后，惊见全屋一片狼藉，就好像垃圾堆一样。人妻揭发丈夫在她公干期间根本就没有收拾好家，越想就越感到不满和心寒，因而提出离婚。有不少的网民对于人妻的决定都代表支持，认为她值得更好，我为你骄傲。